诗篇28篇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里是宋恩堂云端主日崇拜，欢迎你们的到来。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难免软弱，也难免无助。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应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就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昔在、今在、永远常在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主啊，你就会加添给我们力量，你就会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了你的同在，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平安。今天是普天之下奉主你名聚会的日子，你的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凡是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同蒙圣灵的感动和保守，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我们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阿门。感谢主，下面是我们的诗歌敬拜时间，弟兄姊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邀请你。站起来，和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有请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感谢神以他自己的美德和荣耀呼召我们，因着我们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他就要将那生命及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叫我们这些罪人与他的性情有份。今天早上，就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专注那爱我们的神身上，让我们在这歌声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神，他就是全能的真神；我们的神，他也是万福的源头。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恩宠。愿主教我每秒乐章，犹如天使主前唱。赞美救恩如山温。我救赎慈爱无限量，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恩宠。愿主教我。妙乐章，犹如天使主前唱。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量。我们的神是万福的源头，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并且到如今。他仍然帮助我们。我要立誓记住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
耶稣看我如羊失去，远离富家出迷途，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罪污。每日主赐恩典无量，付诸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不念相欠，为洗我心与主念，我深知道心已放荡，愿你福家不虚化，尽显身心求家印记，用作主名在福家。唱歌颂，唱歌颂，唱歌颂，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颂。成为我意象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诗歌，歌词是在第八世纪的一位爱尔兰信徒所写的，歌曲则是在1912年问世。我希望每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因着我们对主的认识更多，对这首诗歌有更多的回应跟感动。感谢主，西元第八世纪所写的歌词现在依然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真言，我们的主更是我们的心中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我心中宝，成为我意象，我便无爱无畏，图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我主啊，你是我的智慧，我要来常常的来跟随你，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生命，我在你的庇护之下，你是我的盾牌，你加我力量，成为我盾牌，战争的利剑，成为我尊贵，我心中的歌，到我从天
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新属女永无变更，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了，我已大声张，我心属你心永。今天主日崇拜的讲员有一些不一样，除了许牧师之外，我们也特别请了安提阿的王牧师跟他一起配搭侍奉。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跟许牧师。大家好，我是许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在云端崇拜当中跟大家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传的信息就是主向软弱无助的人显出他的大能来。主怎么样向软弱无助的人显出他的大能呢？今天我们会用一个很特别的讲道方式啊，我们先看远古的一个基督复活的见证，然后再看现在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2000年前、2000年后，甚至的今天，基督复活的见证仍然显明在很多相信他的人心里。现在我们来读今天的经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句仍然是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4章5到12节。现在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经文。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从复活节的那一天，我们讲到
主向卑微的妇女来显现，然后主向那怀疑他的门徒多马来显现，主也向那些灰心失望的门徒来显现，主愿意向人来显现。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呢，主复活的主，他不是以复活的形象向人来显现，但是他以另外一种的方式，借着门徒向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来显现。啊，但是呢，他不是显出他复活的那个身体，乃是显出他复活的大能，叫这个软弱无助的人呢，能够变为强而有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当时他看到圣殿那里有一个软弱无助的人，然后彼得就看着他，因为他是瘸腿的，啊，他已经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彼得看着他，定睛看着他，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有的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圣殿里面很多人进进出出啊，彼得在许多人的面前吩咐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很多人看见了，他们都惊讶，哇，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复活的基督借着彼得和约翰的信心吩咐了这个软弱无力的人起来行走。这是主用另外一种方式借着信心向人来显现，而且向软弱无助的人显现。当这个瘸腿的人他常常在圣殿里面求人给他吃饭，他常常在圣殿的门口啊，祈求人给他一个小钱，给他一点的帮助，但是人最多顶多就是给他一点点的帮助，一点点的钱啊，能够糊口而已。但是呢，彼得所给他的是超过了人能给他的，因为彼得约翰的信心，他把复活的耶稣基督显明了他的能力，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所以呢，许多人围观这个人的时候，彼得说，你们以为是凭着我们的能力吗？不是，这个人能起来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你们从前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一位。结果呢，这个事情呢越传越大，这些犹太的官长呢就非常紧张，因为呢到处有人在传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呢他们就很生气，就再次的质问他们，你们是凭谁的名，凭什么能力叫这个人起来行走的？彼得毫不客气，他就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那一位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他是神所立的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你们所丢弃的啊，神已经立了，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天下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雅各、约翰啊，他很清楚地告诉他，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借着他的能力叫这个人从软弱无助当中站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主借着人的信心向那软弱无助的显出他复活的大能来。虽然他没有显出他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但是借着彼得和约翰吩咐这个人起来行走，然后这就是耶稣基督仍然活在世上的一个明证。弟兄姊妹，你可以说这个故事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复活的基督仍然会向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显现。今天我要访问一位的朋友，
啊，他是王牧师啊，他就是在他软弱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且这一次的显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为他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我想呢，我就不用讲太多，我就把时间呢就交给啊王牧师啊，让我们来访问他，究竟主怎样向他显现，怎样在他软弱无助的时候向他显现，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在这里呢啊邀请了啊王贵柱牧师到我们中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希望借着他的分享成为基督复活的其中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现在有请那个王牧师哈。王牧师你好啊，那我知道了啊，您在美国了也很久的时间啊，我们想呢你分享见证之前呢先问你几个问题。请问呢，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研究院的时候，你主修的是什么呢？我是1981年从台湾来到美国来念 Computer Science， 我在我的学校一共读了三年，我1984年毕业的。知道哈，其实我在这里呢有一位朋友哈，他也认识你很久了哈，他跟你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体成长啊，也许呢他也能够呢见证你过去啊是怎样，今天又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啊。刚刚按照王牧师他自己所讲的，他在研究院的时候是主修电脑软件工程，就是 Computer Science， 在世人的眼中看来这是蛮好的工作，蛮有前途的。但是他后来却跑去读神学，做一个传福音的牧师，这是一个世人看来不太有前途的工作，在我看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现在呢我们想访问许师母，因为许师母跟王牧师王师母在德州教会，王牧师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呢，他们呢都是在那个教会聚会，而且呢同在一个团契里面成长的。那现在呢我们想访问一下许师母啊，许师母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在德州教会你所认识的王牧师他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好，我是85年去德州的恩友堂，那刚好就可以参加到王牧师跟王师母的婚礼。那个婚礼是我在恩友堂所参加的第一次的婚礼，所以非常特别。但是他们的婚礼也是非常的欢乐，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所有弟兄姊妹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婚礼之后呢就很少看到王牧师，每次都是看到王师母礼拜三参加他诗班练习，礼拜六的团契，还有礼拜天的崇拜。甚至当王师母生了他的老大他的儿子之后，他也是一个人带着他儿子来教会。有的时候教会有聚餐，有许多好的食物，我们也会邀请王牧师来，但是也非常少看到他。这是我对王牧师当时的印象。谢谢许师母。那请问王牧师，许师母所讲的真的是这样吗？刚才许师母讲的完全正确。我从小是在一个非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基督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所以呢我去了教会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也很不喜欢去。我在学校里面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当时是我的女朋友，她是一个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她非常喜欢去教会，她去教会非常喜乐，所以她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天会带我去教会里面。当时我为了追她，我愿意跟她一起去，可是去多了我也不愿意，因为我不喜欢那样子的环境。新的主之后也跟刚才葛师母讲的一样，
我还是不喜欢去，生了小孩子之后我也是不喜欢去。所以我在信主之后跟他之间因为教会会有很多的冲突。那所以呢很多人呢以为一个人奉献做传道人应该呢他是很热心很高境界很属灵。但是我刚刚听了王牧师所讲的，原来他从前跟许多没有信主的人都差不多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个王牧师究竟什么原因呢使你愿意放下你的工作去侍奉上帝的？信了主之后我有20多年的时间跟没有信主是一样的。刚开始信主的头3个月我里面非常喜乐，可是过了3个月之后呢我又原形毕露了。那原形毕露一直到过了22年之久我很少去，我也从来没有读过经文。这一点我真的要跟神说一声很亏欠。那我为什么会转变呢？在2007年的时候我的太太生了一场忧郁症，这个忧郁症的时间长达1年之久。在这1年的时间我们的家庭很郁闷，家庭没有那种欢乐的气氛，在大家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吃饭，这个时间很长。然后忧郁症呢晚上睡不着觉，晚上是1分钟都没办法睡，他不是说睡5个小时有3个小时不能睡，忧郁症是晚上整个晚上都不能睡。然后白天呢吃不下饭，他不是说我吃2碗饭我今天吃半碗饭，忧郁症是一口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段时间拉得很长，对我们家庭影响是很大的。这段时间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是走到了尽头了，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对你来说你走不下去了，可以说是人的尽头嘛。那究竟为什么今天过了那么多年了你还继续的走下去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令你生命好像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在2007年的3月的时候有一天的礼拜六的下午，我坐在家里面，下午大概2点钟，我记得很清楚，我抬头一看，看到主耶稣就在墙壁上。哦，就跟我们在课本上在这个图案上看到那个主耶稣的样子是一样的，穿着白色的袍子，他向我显现。我抬头一看就看到他，他跟我说要我跟着他走，如果我不跟着他的走我的家就完了，如果我跟着他走的话那我们家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他，这个显现大概只有2秒钟不到，1秒钟多一点，对我的感触是很强烈的。所以那个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过了一天就是礼拜天，我主动跟戴娜说我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我从来没有上过主日学，那一天我是偷偷摸摸的进到主日学班里面去，因为我觉得很惭愧，我年纪那么大了都没有读过经文啊。我不知道去参加主日学这么多班到底参加这一班好呢还是另外一班好。我去参加信徒的初信班，所以我里面很惭愧，我是偷偷摸摸的进到主日学的课堂里面去。那这样看来我也觉得你的见证有一点特别，就是你看见了复活的主向你显现啊，但是呢你又说你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去上主学。那这个是一个让人觉得好像蛮特别的一个见证。那
其实当初你信主的时候啊，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热心过，是不是？信主之后那二十多年，我也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过。但是那一天见到主耶稣之后，一直到今天，我里面的火都没有退过。那刚刚从你的见证里面啊，让我看到就是，你当你的生命来到一个非常无助，而且你也说好像觉得完了啊，没有盼望了，没有前路了，走不下去了，就是在你一个那么软弱无助的时候，你就看见了那一位复活的主向你显现，而且呢跟你讲话。那我就想问了，就是我们常听到人说看见主啊，都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两千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在一个21世纪啊，在一个近代的世纪里面，你告诉我你看见了，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请你告诉我们，究竟你所看见的，你觉得不会是个梦吗？不会是个异象吗？不会是个幻觉吗？你能不能可以你再形容一下你当初你所看见的那个主的显现？我看见这个主不是在梦里面梦到他，是活生生的看到他。他在墙壁上向我显现，他跟我说了那么一两句话啊。后来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圣经上也教导我们，神是一个永活的神 ，the living God， 他跟我们一样，他是活的。我们向他祈求，向他祈祷，他都会有反应的。他不是一个死的，啊，他确实是一个活的。所以那一个下午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你是因为这次主向你的显现，所以你才下定决心去读神学吗？因为我知道神很清楚地跟我讲，我不跟着他走，我的家就完蛋了。这个话是他很清楚地跟我这样讲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一生都要跟着他走，当我不跟着他走，我的人生是走不好的。Okay.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我人生已经55岁了，我是我们学校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过。啊，那你奉献读神学，那你是准备是做一个传道人吗？还是只是想说多一些装备在教会侍奉神而已？当时我去念神学院真没有想那么远，我只知道我世上的生活已经不要过了，因为我已经很不想过那世界上的原来过的那个生活了，所以我就想到神学院去念书啊。但是去念书我没有想到将来我要去做个传道人，要怎么样啊。那我回过头来看，好，我觉得神在我身上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的，一步一步的。最早他带我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当我神学读了2-3年的时候，哎，我这个想法出来了，我跟着我的太太一起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后来再过1-2年呢，就在教会里面教 Sunday School， 教礼拜五的团契，他一步一步的带领。在我毕业之前，我太太又得了 stroke， 她就是中风，她头脑里面那天送到医院去，头脑里面有三块血，医生说明天早上要把她的头脑开来，把里面的血去掉。那是在我毕业的前半年，已经到了2013年了，我在神学读了6年半，最后半年又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从人来看，这个打击是很大的。第二天医生没有帮他开，说在一个月之后他出院的时候，医生再用扫描去扫他的头脑，结果发现
他头脑里面的三块血没有了，当时在人来看，那个人生又是走到 绝境了，人生又是走到不能走的 地步了。那后来神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回过头来看我人生所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神把我带到苦难当中有他特别的旨意在，他就是要借着苦难让我更多的依靠他，寻求他，专心的依靠他。那所以从你读神学后来到你侍奉啊，到你决定要做一个传道人，那当你决定做传道人的时候，你的太太会不会对你的决定有担心呢，有顾虑呢？没有，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做教会的事工、啊、我做教会事工她非常 喜乐，然后她也在旁边support 我、啊、我们两个以前是一起到中国大陆侍奉神。那这个话呢你讲不算哦，要听听 Diana 她对你做传道的这个重要的转变，重要的决定，她的感想是怎样呢？那个Diana 那个王师傅在吗？那个哎，那个 Diana 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看见你。那刚刚王牧师说他人生做这样的决定最后呢走上侍奉的道路。请问你对他的决定，你有没有顾虑呢？你是完全的支持他吗？你是很乐意看到他的转变吗？是的，我是非常非常的乐意，而且我就是很愿意支持他。因为我觉得他能够有这样子神给他带领，他带领我们全家往这个方向去，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其实那时候是觉得非常喜乐， 我在旁边总是会鼓励他然后支持他，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侍神。那而且我们也看到神这次开路，一步步带领我们，所以我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支持他。你有没有想过他做牧师的话，你自动了就是一定要做师母了？你有没有想过从前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真的会成为师母呢？那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远，但是我只是因为他去念神学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支持他一步一步的。事实上我没有想到那么远，说我有一天我要当师母，但是我就觉得他怎么做我就在旁边帮助他那后来我觉得是神一步步的带领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牧会，他做传道人，那我就自然而然做一个师母了。所以好像就是神就把这样的一个职分托付给我们，托我们两个人，那我就做我该做的，就是很自然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像觉得不好，觉得都好，觉得愿意能够有这样的服侍都觉得很高兴。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王师母，主在王牧师身上的带领是那么的超然在他绝望的时候向他显现，带领他慢慢走上这个传道人的侍奉的道路，带领他的师母跟他一起都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也来得那么自然。所以我在这里呢很高兴听到王牧师的见证。那我想到最后呢想问一下王牧师最后想问你呢你能否告诉大家，自从你听从了主的吩咐跟着你走，请问你有没有后悔过？现在你觉得你走上这条道路心中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回到刚才葛师母讲的，我是一个很叛逆的人，从小就是一个不听话的人，人家说东我就往西，人家说西我绝对是往东。后来我到了神学院去读了神学，一天一天的学了神学之后，我的生命慢慢变了。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主耶稣跟我们说的，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要天天死掉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里面的老我一天不死，基督耶稣就不能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觉得当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这条死路给我走活了，原来是条活路给我的老我走死了。
现在真的是感受到一条死路，就是因为背起十字架。但是你说我们人要死掉老我，那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真的经历到，当我越死掉老我的时候，就像徐牧师讲的，我里面越有平安和喜乐。当我里面越死掉老我，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跟人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那跟十几年前那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发现背起十字架之后，我整个人生都变了，它好像是一个灵丹妙药一样，它好像是一个万能的 key 一样。我们谢谢王牧师、王师母的见证啊，我们看到王牧师过去啊，他信主以后，他其实还是一个冷冰冰的基督徒，在他人生走到绝路的时候，主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向他显现。但是呢，主让他的生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传道人，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是来的那么自然的，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又是超然又是自然。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看到什么呢？从前我们听到主向那些人显现，复活的主向那些的寻求他的人显现，好像都是圣经的故事，2000多年前的事情。今天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王牧师身上，就是21世纪复活的主仍然会向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显出他的大能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经过这个 pandemic 这个肺炎的冲击，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心情好像觉得很无奈，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前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他还活着，他还是愿意向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显出他的大能来。只要你愿意寻求他，你愿意向他敞开你的心灵，你愿意信靠他，当他感动你的时候，你愿意顺服他，顺服他，跟着他来走，他一定为你的人生闯出新的一页，一定在你走到尽头的道路上面为你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来。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他愿意向软弱无助的人伸出他大能的手。我希望下一个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你。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来唱回应诗，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听的见证。我们交给敬拜小组。我们谢谢王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我们看到王牧师人生的前半段是我行我素，他的人生后半段就是完全为主所用。你是否也渴慕这样子被神所改变的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心紧紧跟随你》，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当中的鼓励，彼此当中的互相提醒，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来紧紧跟随主的脚步。你是如此温柔。
是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显明，你炼净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听童远泽弟兄所为我们做的家事报告。